欢迎收听733广播电台。今天我们跟着大来宾阿信一同搭乘时光机回到20年前。哦，想当初国中使用志明与春娇把到我的第一任女友啊。我看你不是国中，你是老态龙钟吧。哦，我看哦，你的青春已经不复返了啦。起，我可是冻龄美女耶。姑姑的抗老秘密到底是什么？进工商服务时间你就会知道了哟。哎，我们喜欢年轻的哦，年轻的才这嘛。啊，结果年轻的人拼命抓痒。哎，年轻的抓痒，年轻的抓痒， Young Y-O-U-N-G Young 年轻的。果然学英文就像明星花露水一样，学好就能保持年轻。谢谢五月天陪我们走过这么多青春岁月。哦，真是的哦，高中失恋哦也听他们的歌啦。我也是，我大学还去看他们的演唱会。不好意思，我应该比你们年纪都还要小吧。哦，好啦，我要先去大安森林公园排队入场了哟。那